就明明这个要说明是正常的，走起来是正常的是吧？这戒指都平的是吧？就是这个体积它就是正常的，就证明它是躺的。这个加一些小油就加够了。可以，等个温度低一点，它就对，这个温度就打开了啊。刚才我停在这里，可能这么久了，温度高了。